哎，小姐你好，我找 Pauline。哎，Pauline。Hello， Jackie。好久不见。恭喜恭喜，2022新年好哦！怎么今天有空来？哎，我有事要请你帮忙。哦，什么事？请说。就是我有一个 SI 啊。他们在找一款那个 AI 摄影机，嗯，然后想说你们现在案子用的不少，然后又可以客制化，我想说，我跟你讲一下需求，你看你们有没有这一款摄影机可以提供这样子。哦，好，你来的正好，今天刚好没有出门，那这样子我们就花点时间来帮你介绍一下，好不好？好 ，OK， 谢谢。那里面请。好，谢谢。里面请。Jackie 要喝水还喝咖啡？喝咖啡，谢谢你。咖啡好，既然是老朋友了，一定要泡手冲咖啡，连我们家小姐都很会泡手冲咖啡哦。让我帮你准备一下。好，谢谢。小华，麻烦你帮 Jackie 泡一杯手冲咖啡，大会议室，谢谢。好啊。有什么样的项目是我可以帮你介绍的？来聊聊。主要就是说，因为他们现在在找一个，我们讲就是说 AI 的影像辨识。嗯。那主要是因为现在校园的案子很多，主要针对像类似电子围篱啦。嗯。电子围篱的部分。嗯。但是因为我们知道以前 motion detection， 它其实会造成空白录影，其实不管是光影，好，这边好，谢谢。其实不管是光影的抖动啊，或是树叶的抖动啊，好，都就是都它都会把它认为是误判，对，就是变成你真的要找有意找有事件的，不好找，那个 SI 他意思说，是不是有可以侦测人形，或是人脸，然后可以做移报，就是今天真的判断有人进来了，我才做移报，他现场还有那个紧急求救处，好，那上面有紧急求救喇叭，那是不是可以去联动他，那当然不是说哦，一警报我就要抓贼，我们第一件事当然是先驱离嘛，对，贺祖驱离，对，当然是他最驱离最好嘛，你也不想要保全真的徒手去跟他来不及了，对，保全也会怕死啊，对啊，我们当然是希望说能够透过喇叭，声光喇叭或是什么样子的，可能有声音或什么，去驱离它，或者说有 DO 可以联动。那我知道说，现在的一些Edge 的摄影机，本身基本上都有一些 DIDO 的电，是啊，可以联动，好，那看你们有没有刚好有这款设备，或是怎么样子，看是不是可以，demo 来看看。对啊，其实你讲的很正确，就是以往的摄影机，因为它不是走 AI， 所以它不是走一个标的物的学习，所以常常会误报，什么树长得太高也会误报，要去砍树，然后那个有那个猫猫狗狗经过也会误报。那现在的 AI 摄影机，它就会针对人，只抓人，而且各种形状的人，最主要就是各种形状，在趴墙的啦，或者是鬼鬼祟祟的啦，我们的 AI 摄影机边缘运算都可以抓得出来。然后也就像你说的，其实现在大家要求的不只是抓出来，还有要警报。那这个警报最好是除了发报给管理员之外，还能够现场去做驱离。所以如果你有时间的话，我待会请同事帮你架起来，我们来做一个现场的一个声音的贺组的警报。还有现场架很快吗？很快啊，很快啊，很快啊，那些都是现有的功能，我们就可以很快做个展示。而且呢，也给你一个小想法，就是我发觉啊，现在这种摄影机除了侦测到人，它除了不光贺组，其实在一些建案，甚至于在一些公司，它甚至是拿来做一个白名单欢迎的动作。所以我倒觉得这个 AI 不光是贺组，也可以拿来做一些辅助性欢迎的角色。
也许我们来 demo 这方面看看好不好？好啊 ，OK 啊，是啊，好，是啊，那就麻烦你等我们5分钟。好，谢谢，谢谢。那你们原本都有这些 demo 架？有啊，因为我们常常要出去做一些所谓的 POC proof of concept。哦，对，那或者是今天刚好，所以这些架子本身都可以用在户外，嗯哼，可以，而且可以支撑拉到一定的高度以上。对啊，我想起来了，我之前一直误会还需要有 NVR 或是软体平台才有办法做设定。嗯。那这个是 IP cam 对不对？对， IP cam 它就是直接打 IP 就可以有界面出来了，对不对？对，设定界面其实都在摄影机里头，对不对？对，一支就可以搞定了，所以对现场来说，嗯，它省了还需要一台电脑，嗯，哼，还有装内的电脑的箱子，嗯，哼，还有拉线的成本，其实 IP cam 本身的电脑界面就可以完成刚刚讲的人形侦测，嗯，还有外接喇叭，还有立即去做一个正面来讲就是欢迎光临，那另外就是像刚刚讲的驱离的动作，它都是只要一台 IP cam 就可以搞定了。嗯，所以电脑啦跟收容箱的成本都可以帮你做个节省。为什么听到欢迎 IDS 啊？这就是我讲的客制化啊，我们这些声音你都可以自己录进去。嗯，所以假如说这个摄影机是装在围墙边，你就可以说请远离围墙。假如说这个摄影机是装在一些化权槽危险的地方，你也可以说危险区域请离开。那拿来欢迎人也很好用啊。他那个喇叭是每一家的一般喇叭就可以了，是吧？可以，你可以拍一下这里哈。嗯，它接的就是一般喇叭哦，一元线。嗯嗯，对。哦，所以感觉很像就架着马上就可以用。嗯，是。待会 Jacky 要来测试看看吗？好啊，那我来试一下。好。哎，真的哎。哎，那在设定上或是在操作上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像镜头，我们这个镜头它是电动变焦镜头，嗯，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的工程师他都是在电脑上面去完成这个镜头的远近对焦，嗯，所以比如说现在我们的摄影机到大门距离很近，你就可以把它设得广角一点。那假如说这个摄影机你是装在一个大厅，比如说银行大厅用来欢迎访客的话，你就可以把它推得远一点。这些电动对焦设定你可以看到我们工程师他都不用爬上爬下，他都在电脑上面做设定就可以了。对啊，感觉好像还蛮简单的。对，嗯，然后包括 AI 的人形设定，星星度啦百分比都可以在电脑上面做设定，然后声音的设定也都是在电脑上完成就可以执行了。哦，它是可以直接画框框的，对，它也是属于不规则的形状。哦，那画好之后只要按下出存。嗯哼哼，对，那只要有侦测到人形进入到框内的话，嗯哼，那它就会发出刚刚你的警告声。OK， 那像一般如果说像建案的话，那他们那种围墙啊，有的是其实是只能画线，啊，这个可以吗？啊，也可以，可以，你可以，它可以切到一个叫做 cross line 跨线侦测。这边也有跨线
侦测，而且可以设方向。那我们只要在画面上把它打开之后，它就是可以出现一条线。对，那线不管是横的直的任何方向你都可以去做设定。对，那你也可以去选择它的方向性是由左到右或由右到左。对，双向。对，那你只要选择好之后按下储存，那相对的就是一样，当你越过线之后它就会发出相对应你所设定的告警。所以它一支摄影机里面有没有限制说我只能设定几种几条线或几种方式？以目前我们资源摄影机的资源，一种侦测可以支援，像跨线侦测可以支援两条线，对，那区域侦测也可以侦测两个区域，哦，那我们还有一个自流侦测也是可以设定两个区域。 OK， 对，好，现在可以画一条线测试看看我这样子走动的侦测吗？有经过它就会变红色嘛，哦，那方向是由左往右，对对，那口令就请你走过去，然后触发了，对，那口令请你再走回来。好。哦，所以走回来是没有问题的，是，对。哇，那这样很方便，真的很方便。好。好，那这样我知道了。那个 Polly， 那我就请那个 SI 跟你联络。那你要不要跟我们简单讲一下这一支它的型号，还有一些基本的 spec？ 好，那目前那件 AI 的摄影机，像这种我们昵称叫一体机，它的型号是 AH65C6D。那这支是200万画素，可是同样的机型，我们也有500万画素，甚至到最高的 4K， 就是800万画素，它都可以内建这样子的 AI 功能哦。所以外接喇叭，或者是像他刚刚讲，它后面有 DIDO 可以接警示灯，都是可以达到一样的立即的效果。好，那我知道了，那今天就谢谢你，谢谢你，然后那个。我就请 SI 跟你联络，这样子。好，谢谢，哦。OK， 那我先走了。谢谢你。好，谢谢你，谢谢。谢谢，拜拜。